我呢，早上呢，他们退休生活就是一早会在这里吃早餐，然后吃完之后，他们会一早起来会泡茶，然后会有两杯茶，先喝一杯，然后再来我婆婆会做早餐，我公公吃，我婆婆做她自己的早餐之后，我公公自己用他想吃的早餐，然后他两个就会坐在这里喝茶吃早餐，然后休息一下，看一下 view。然后9点半的时候，他们就会出去那个走路去市区这样子买东西，看今天有缺油啊、缺盐啊、缺鸡肉啊，就买，每天买一点，这样就还蛮有趣的，也、就是让自己的生活不要说没有生活，退休没有生活这样子。哦，小贝，我们要回去了，明天就要回去了。对啊，今天最后一天，是不？吗？Let's go！你等下来，You come and chase me，OK？、Okay? 来追我。布告栏都会有那种，每一个几乎很多店家都会有那个，对啊，Queen 死了，所以大家都会把它别登在他的 shop 里面。shop 这边，然后让大家知道他们缅怀他。到4楼，搭电梯到4楼，走路过来。对，你比较厉害，然后就到商场了。对呀、啊，到商场。对呀、啊。然后什么东西都不能买，因为行李已经超重，快超重了。好多卡片店。是要来这个 market hall，第一次来。好像还好，就是这样。我下啦，小一些小店，knitting stuff，好漂亮。哦，对。男生就英国男生皮鞋好好看，真的是男生哦，这家店很酷哎。App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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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哦，那带不回去啊。带就回去。带不回去啊。嗯。哇，Halloween 的，so good。好想买。那个 Halloween 的。我想当哦。好啊，那你要 which one？ 嗯。还是你要再去看别间，然后再回来决定。我好容易出来了，眼球。妈妈，我不想face paint 没有啊，妈，face paint 要洗掉。哎，安迪的给你的 face paint 你要不要带回去？嗯，他不是说哦，好，妈妈我要好啊。这可以。可以吗？可以。好哦。我觉得我行。不然我们行李已经满了，根本装不下。哎，这个也好可爱。这个好啊，你用看一下这个，这个可以，你用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两个在小小上可以吧。我可以一个，I can have one 的。一元商店。一元啊。一元商店。好，哎，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我们要买的饼干。哦，好啊。那个什么？Monster。Yeah， Monster 的。有哎、欸、，Only 2 for 3，哎、欸、可以哎、欸，这是 small 的吗？small 的，那 small 的啊，每个人都放一个。这超好吃哦，这个超，还有我上次没有，我上次买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吗？这个也很好吃啊。他们有一个很好笑，他们大概3点的时候，后来就会看到很多人竟然买零食啊，他们真的就是3点的时候就是要吃一些零食，有的没有的。好笑。No. Okay, I'm not going to buy candies now. Okay? You know that we don't need. We don't need. 很厉害哦，就是要坐哪一个公车回家，他都知道。对，我问你哦，39号在哪里坐？39号在另外边。那边是下车哎。下次是那里。啊，上车嘞？上车是这里。这里39号吗？然后哪一个离阿公比较近的车？55。55是哪里？55是那里。那里对，那里对，55号要90分钟，
55、56都很快就到。不是，55跟56。哇。跟54有点，54有点。55跟56。55跟56比较快。他们。可是54有点慢。你知道他们都几点是准时吗？五几点？几点准时就是你看那里，看那里卷不卷快？哦，这里有那个 board 可以看，有电视墙。那你知道那个55跟56的话，它是每一个小时有一班吗？对。对。那你跟阿公都坐几号？我们都坐55。55。55比较快。哦，对。55走路回家只要1分钟，那39要走5分钟或6、7分钟的样子。宝贝，他叫吓人，然后我就快点叫他把他拖起来，等一下吓到阿公、阿妈、阿狗，然后我又被人家气，觉得这台湾人怎么这样？Baby ones. This year is like half size. Well, just come then, bring it and run. Well, no, don't run. Hello, Mum. 太贵，我走哎。太贵，一个咸的一个。You have that all over you. Right, we're ready. Is it a WeChat? Yeah, it is. It is. Thank you.Jenny, you're so good. I made this. This is more fun, isn't it? I made this.